是个就是大杂烩吧。火鸡面。再深一点，你那么远还得揍你。这是泡椒盲盒，知道里面是啥不？这么大块的鱼肥油，哇，烂乎了。哎呀，这已经炖烂了。好肥呀、啊、这好肥呀、啊、有劲儿，完了，这玩意儿，猪尾巴，猪尾巴，凉了都，炖了好几个小时，烂了吧？嫩了都，来口葱。怎么样，好吃吗？我来一口。糊嘴，粘，胶原蛋白。嗯。嗯，这泡面劲儿，泡面一会儿直播再吃吧，太细了。全是胶原，糊嘴。
嗯，真干净。再来一个。